安稳地站在房门外，周围警卫员也毫发无伤地护在周围。原来在枪响后，刺客立马逃之夭夭，并且速度奇快无比，好似能够飞檐走壁，这才让警卫跟丢了。听到这话，叶帅脑海里突然浮现一个人名，立马将此事上报中央。第二天，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条通缉令。1946年国共停战谈判期间，国军特务竟派遣刺客暗杀叶剑英元帅。得知消息后，周总理勃然大怒，当即下令出动军队逮捕。如遇便脱离军队，混迹在家乡街头。碰巧的是，燕子李三正好来到附近，发现了这个好苗子，随即将其收入门下。一身武艺，将其抓捕，如果反抗当场处决。可谁曾想，逮捕令下来后，毛主席却一反常态，公然替这个刺客求情，这到底是为何？1947年，我党上百名地下人员身份暴露，惨遭杀害，中央当即下令调查背后告密者。谁曾想，凶手正是当年刺杀叶帅未果之人段云鹏。彼时的解放战争局势紧张，
缺席，因其罪大恶极，在1967年10月被公开处刑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